就不得看人因为我都没得呀，我儿子们老婆嘛，一直以来霸道总裁类的电视剧和小说都广受人们的喜欢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霸道总裁们又帅气又多金。实不相瞒，三岁那年我爸带我去算命的时候，算命的就说你有血光之灾呀，这个小孩长大了一定是个霸道总裁。那今天我又来做一回霸道总裁，撩一撩闷闷酱，看他会不会吃霸道总裁那一套呢。现在我就要变身霸道总裁。现在离霸道总裁就还差一个发型了，帮我做一个霸道一点的发型，霸道总裁那种感觉，大概有点像这种。但是我感觉你上面这块的，你不用不行，一会儿我怕你要是说的有参加活动啊啥的，过一会儿他自己下来了你就。老铁们，我做到了，老板以为我是要参加什么活动，他以为我真的是商务人士。我真的想总裁了，剩下的就只差霸道了。现在我还想在这儿别一朵玫瑰花，像教父，那才是真正的总裁。你得用别针儿，咱这别针可能别不住。花店来新的鲜花订单了。嗯，哎，这样有点感觉，但是也不是特别。啊，走在路上有点招摇。闷闷闷，你在家吗？在啊。嗯。哦，你这是嗯吗？走了就别回来。女人，今天看什么剧啊？这是。嗯。女人，你感冒了吗？对。我给你冲点热水。啊，好，快去，快点，快去，热水。你敢命令我？啊，快去，快去，给我拿杯热水。你还是在命令我。你。哇，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我想喝一杯热水。第一次有人敢命令我，我好喜欢被命令的样子。你快命令我，快。滚去跟我喝一杯热水。滚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小妹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姓霸，然后又是个老板，所以应该称为什么总？霸总您好。小妹呀，你冷吗？冷。这个天儿都已经零下了，你还不冷？我都挺冷的。我不冷，我可以把这个给你。不用。冷冷。你也冷了吧？我不能允许身边的女生感受到冷。你勾引总裁？你勾引总裁？我们公司要是每一个女同事都像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公司还干不干了？你勾引到我了。今晚不用回家了，兄弟，跟我一起在公司加班吧。你很喜欢玩这个，这么大的人还玩这个，真可爱。我就喜欢这种童心未泯的人。为了让你继续可爱下去，我决定现在就打电话给政府，我要把这个公园承包了。承包以后就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玩了。你好残忍呀，你一个人玩，你让其他的小朋友怎么办？你想让他们童年失去欢笑吗？我可以叫他们一起来玩。那我们承包他有什么意义？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霸总的钱都是这样的。都是。你根本不是霸总，我不勾引你了。这是我给你做的饭，因为霸总的标配就是傻白甜，傻白甜就是这样，他不会做饭。你是傻白甜。对，霸总就还很喜欢的把这个吃下。看起来很香的样子。对，然后你要吃掉，然后你还会夸我可爱。好，好香啊，你好可爱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沙子做的那么好吃。对，小妹快下来吧，陪自己的秘书来公园玩一玩，真的挺开心的。谢谢你陪我，小妹。谢谢你，小妹。其实我长这么大，像这么快乐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我过早的承担了家里，家里几兄弟为了财产争夺的不可开交，他们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真的很喜欢你这样单纯的。谢谢。你肯定是不是为了钱才跟我在一起的？不是。我们在一起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狼子野心太明显了。你也是为了钱？我没有。没啊，嗯，那你为什么知道我有两个亿？我现在才知道。是吗？这总裁你怎么了？总裁你还好吗？小妹你怎么玩的？你会不会玩滑梯啊？你被开除了。饿了吗？饿了。那我今天决定犒劳一下你。谢谢。你知道我们吃什么？吃什么？闭嘴！主人没问你话，你不准说话。我们这种总裁级别的人，每天吃的都是西餐了。我从3岁开始就没吃过中餐了。好可怜啊！让你吃一下我们
成功人士每天吃个西餐吧，对我们来说是跟粗茶淡饭没什么区别。一会儿不要过于自卑啊，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不是你的错，知道吗？但是现在我太害怕了，很紧张，怕大家觉得你是个异类。没关系，这儿来的人少，因为消费毕竟比较高。喜欢吗？特别好吃。喜欢以后就多带你来。你爸怎么都是这样吃的？微博美了一下，我就是吃个东西又有多好。好，你看他做了什么表情？嗨，这个表情太可爱了，以后不准再说了。吸引力对我来说过于大。我来考考你，小妹，你要是认识这些人物的话，我就全给你买下来。第一个，这是瓜姐。第二个，蜘蛛侠。啊，不是不是，那个钢铁侠。他是谁？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女的是谁？你不知道吧？红飞。红飞。飞女魔头。你想说飞鸿女巫吧？红飞女魔头都来了。美队，这是美队。这个你不知道？这是雷神。正前面这个。我想想，释幻。释幻。幻少。他是谁不知道吧？他是个女孩子。对，他是那个谁的姐姐，那个谁的妹妹。他是他妈的女儿呢。哦，他是灭霸的女儿。哎呀，是那个人的妹妹。聪明聪明。我最喜欢这个了。你喜欢霸总，他也叫霸总。嗯。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心目表演，来，欢迎的手链，右手手指上。干嘛？头抬起来，看着我，认真认真一点，听话一点。你自己跳起来的舞，自己把它捏掉。我的托马斯呢？回来了吗？脱下西装，我就是正常的托马斯了。我再也不做霸道总裁了，太可怕了。我太想你了。我要做正常人。